那来应应说，古历过年可能会有真侪民众会倒转来台湾观光，叫要点名菜，不会阿妈来杀出这防疫旅馆查询平台，用灯号来显示状况。啊，不过因为各管区订房的方式无同，平台不一定会当直接来订，主要是要让民众会当赶紧来请阿公对有房间。春节期间，高雄有30,000人以上的回台进场，予检疫旅馆量能真严。未做准备回国的人，拢在敲电话查询空的房间。为统整各县市房间的状况，交通部观光局要推出防疫旅馆查询平台，利用电话来区隔各县市的房间状况。红色是无空的房间，青灯是房房真充足，超过一十间；黄灯是只有一十间以下房间。昨天我又开了没有平台还有防疫旅馆的会议，那初步公安局是在明天傍晚就是防疫旅宿的查询网会上线。观光局表示，平台会建立在观光局即卖的台湾旅宿网。目前网站顶端其实有防疫旅馆的资讯，只是无订房的状况。以订号来初步查询各县市剩的房间数了后，民众应选择房间数较侪所在来订房。它是以日期为单位，就是县市以后，然后再有日期。那民众查到，比如说啊，12月1号、3号、4号，或者是1月1号、3号这样子。每天都有一个单位。观光局表示，目前正在跟地方政府做最后的信息确认，有计平台在12尾暗晚会上线。另外，针对春节期间检疫需求量大，按算12月底全台防疫旅馆会增加到3.2万间。记者综合报道。